他要吃奶了。悠悠，睡得好不好？悠悠，嗯，哎，悠悠，悠悠，有点好乖，哎，好乖，哎，有点好乖，有点好乖，哎，有点好乖，好乖，好乖，有点好乖。妈，我们有都不要看着那未来啊。你跟他们说你哪里不开心？不想，你都能小气看到我未来，我觉得不舒服。哪个小了吗？你觉得熊熊像小你啊？不是在小的，不是哪种小，不是，我不是这里哪个意思，就是一直看到我都不是很想你感觉到了你，我也不想我妈那个一直在旁边看到，其实跟熊熊没得关系。其实就我之前在月子中心的时候，他们会围成一圈这样子跟我聊天，或者是看我喂奶，就觉得自己很像动物，就像动物园里被观看。其实他们没有恶意，只是我心里面会这样觉得。其实他们也是关心我，想要看看我，或者是看看柚子喝奶的样子。我觉得是很痛苦的，对于我自己来说，可能我太脆弱了。你会整个人感觉你真的很自卑。也不是说你其实并不需要大家的关注，可能只是想要大家离你远一点，就不要看到我现在很脆弱的这种状态。